来，两边的人哈，两边的人，我们再逛一下哈，我们再逛一下，大家再熟悉熟悉这个市场哈。好，李岩，李岩，你那边的人可以往里进了。来，那个子健也是，往里进，往里进，慢慢往里进。逛啊，真的逛，来回逛，插空啊。便宜没了，10月到20月一个了。来来来，停停停停，太快了，过度快了，都快了啊，摄影机也快了。好，然后握头停住，哎，握头停住，握头停住，握头停住，哎，握头停住，握头停，握头停住，握头不进。哎，你看我就说，握头停住，哎。好，往里看。好，然后呢，停一会儿，然后我们慢慢往里走，然后呢，机器别跟进去。相比昨天下雨，今天好多了，这就不要求了。人就是他。想要太阳？不，应该太阳，前后都有太阳的。但是你说，相对于昨天，我今天不下雨，地上干的就谢天谢地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哎，走起来，走起来。走啊！一个房子不是你的，请给我转这奖。您是当地人吗？10块钱本金。再走。10块钱本金。多少钱一斤？10块钱一斤。10元不见。开始，走。要一点吧。慢点，慢点，逛街，逛街。看一下蒜。10元不见。我应该说点什么吧？这。对，很好，就这样啊，回来。就这样啊，好，不去了。4元不进。好，来，我看着啊，预备开始，我走，无聊，看看这个价位。哎，有人过来问，多少钱一斤？10元不进，走了。日进，开始。3元半吧。走。往那边逛呀。往那边逛呀。走。看，啊，看，挺好的啊，还是挺好。我们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。就刚才那个，可能在全景里，小孩子过土的一个反应的瞬间，正好被挡了。这没关系，咱们就抓呗。飞机卡。那个 ，A G 完了，不小孩出去了嘛？出去甩过来，甩过来。
没事儿，拍一会儿就停了。跟那小孩出去，反正没事干了，算过来。勇哥，我们那个 A 机跟完沃土之后，沃土不是出画了吗？咱们甩过来，然后拍木月他们。木月和这个那个景春。开始。好，爷爷走。对。沃土看见了。好，快走。跟着出去。慢一点啊。我回去，我回去，转头转头。开，好，回来。来，你们继续逛你们的，你们逛你们的。来，停停，不好。那个，你等他拿下来啊。等拿下来。哎，然后沃土，你可以强着强着，你可以不光是哎，你可以沃土的头就可以往上看啊，往这，你别老背对着摄影机啊。哎，看，好，再来。好好好，那个再拍一个，就是他刚刚进门的时候全一点的，他看到哦，全一点的这一面墙的墙，这个几乎是空的，就是空镜头。开始，沃土训练。训练吧，给我回来。停停！不呛了，不呛了，咋呛？咋呛？做梦了吧？醒了，醒了！哎呦，我操！你今天是吧？对吧？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我操！好，醒了，醒了！哭地上哭。没有了。哎，我累，我给我卖，我也忘了。卖了，把你卖了。哎，没有枪了。啊？你问我，哎，不是一筐水枪吗？不，你跟导演确认一下。刚说的，你确定？刚说的没有水枪啊？风风走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你放心啊。往右边，沃土，往右，往右。不呛你啊？咋呛？你做梦了吧？醒了，沃土，沃土，沃土，醒了，沃土。哎，大雷。